东园部落被称为是恒春的后花园，这个后花园开满了野姜花。在这个充满野姜花香味的部落，我们很幸运的碰到一棵20年才开一次花的刺葱。所以呢，刺葱花的香味比刺葱还要香。哇，马上现场 model 就来了，哇，东园部落的最是身材最苗条的 model 直接送到了。就是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是暗器啊！哇，原来是暗器。